我记得可能应该发言出席，所以自己颁发荣誉。有请我们颁发的奖励荣誉两次性出席，对，请一起颁发荣誉。谢谢，感谢，谢谢你，谢谢，谢谢。我们请你放在我们的稍微留步，请。来，请工作人员为他们送上话筒。少年的你真的是一部自带热搜体的，大家非常关注的电影。那其实每次那个宣传物料发放出来的时候，都会进入我们的热搜榜单，非常的受关注。那其中就有两位主演的寸头造型，还有易烊千玺含泪凝望周冬雨的眼神等等。但是呢，这一部电影是易烊千玺的主演的第一部作品，对不对？对。可是冬雨呢，算是前辈。那在科技上面，其实有没有一些小小的心得跟千玺，或者说我们一些年轻的演员分享？就是我在这个戏里面哭戏特别多，然后每当我哭不出来的时候，导演就讲他最伤心的事儿给我听。哎，有这么多伤心的事儿？对，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这是我最伤心的事儿了，再也没有。哦，每次还要讲不一样的。对，因为有很多场戏都挺激动的。嗯，好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寸头造型上热搜。今晚我们的微博电影之夜的观众也有福了，我们将会现场公布一组两位主演从未曝光过的寸头剧照。好，来请看。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短的一张头发。中间这张是我们剧组的集体照啊。两边两个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准确率上的剧照，咱们各位的导演是什么契机能让大家留下了这么一张集体的寸头照片呢？其实戏里面的桥段是需要两位主演去演一个转头的，嗯，然后其实一开始跟千玺跟冬雨说要做这个举动的时候，其实两位一开始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啊。然后通过其实他的条件就是说要我们所有剧组的人陪他替，然后所以后来就我们很多条件，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很多人就陪他一起演这个转头，所以就有了这个合影。然后这个其实我大概三个月以前才翻到这张照片，然后看的其实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很能代表我那个时候很用心去拍这个。冬雨，你剪这个头发的时候哭了吗？说实话。没有啊。嗯，因为大家陪你，对不对？对。可是因为你要在拍这部戏的过程当中保持寸头的造型，同时可能有一些必须参加的宣传活动，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让这个寸头的造型不曝光的？就是得再次感叹一下那个假发行业的这个发展，就是可以随便脱。但是很短，万一夹不住，会不会有担心？我一般那个帽子固定。啊，好的。那刚才看到了冬雨也为剧献出了自己的这个寸头短发，我们接下来也看到了千玺在剧中也剪了这个寸头。对。而且每次千玺你只要一换发型就上热搜，这个你知道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千玺有哪些发型上了热搜？请看大屏幕。这个柳岩是不是都比较熟悉的那些？你看西直烫啊，感觉东脏辫儿，还有日系风，这些好像都是综艺节目里的造型。中间是寸头，就是电影当中。其他几个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分享一下？其实都是其实因为大家观看方便，所以你可以哦，可以往两边看看。对，其实都是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然后发型师他很有创意。然后就经常会换发型。冬雨觉得这里面的发型当中哪一个更像私底下你认识的易烊千玺？他有一个发型特别像我们戏里面的一个他的兄弟，他的好兄弟的发型，有一个日系风。哦，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有另一个好兄弟的发型，跟这个日系风一样。对，他演的就是叫小北，然后身边跟着就是跟他一样混的。好兄弟叫大康，到时候6月27号大家可以去里面看一看大康的发型。我去不了。
你们会去吗？谢谢谢谢，我问了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对不起啊。几号来着？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一起拿，制造点效果，让气氛热闹一点啊。6月27号，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啊。七七七这个寸头，当时您自己的感受，满意自己这样的造型吗？最开始听说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小担心，对。但是进了组之后，其实一直在期待这个剃头这部分的戏，对。反正剃了之后，感觉挺刺激的。剃头是刺激。老实讲，这个寸头是不是显得易烊千玺更爷们儿了？是不是很酷？但是千玺现在也有18岁了，然后在电影里跟冬雨是有感情戏的交流的，会有点害怕吗？对，有的地方会挺难的。有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会特别紧张和难以？从刚进组，反正就比较难，然后一直拍到最后戏结尾，就因为过程中导演跟志勇姐都会一直很帮助我们，反正有情感戏的部分其实都会，对，可能。觉得冬雨姐姐是严肃的人吗？平时敢跟她闹一闹什么的吗？挺严肃的。挺严肃的。我们本来今天微博网友热烈的请求，有一个要求，是说希望你跟冬雨上演一个摸头杀的。是不能摸太头吗？也可以。你们俩对比，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因为其实情感部分的交流，我们不希望电影还有上演。我们四个都互相摸一摸吧，因为拍这个戏真的挺辛苦的，挺辛苦的，关注上我们。对。您不回应吗？东西都有摸头杀吗？对。剪完寸头以后不会互相摸一摸吗？那个手感都对吧？都会一直摸。我们男孩小时候剪寸头都一直互相这样摸一摸哈，有这种刺刺的手感的意思。监制是对他们的表演满意吗？徐总，他的头我们摸过的，因为拍戏的时候不拍就在躲在一边看喷水，所以我们不过去摸他的头。我本来想说我不敢说，因为他其实都粉丝在里面，很优秀，优秀到大家6月20日一定要去电影院看。非常优秀，真的。东哥也非常优秀。东哥是我们第二次合作了，东哥赢了我们导演，你赢了东哥。这怎么说呢？赢了。他在我们电影里面宅的是周冬雨。明白了，这让我们更加的期待。让我们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6月27号，《少年的你》全国上映，我们一起支持，好吗？谢谢谢谢所有的主持人各位，谢谢也谢谢导演，谢谢几位主持人，谢谢工作，谢谢各位主持人，谢谢导演，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荣誉是2019微博最受瞩目年度电影，这也是非常重量的一个荣誉揭晓了，请看大屏幕。最受瞩目年度电影，仅仅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等影坛中坚力量，更有成龙、友情出演，再现一代攀登珠峰英雄们的荣光。跟大家分享，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是突破了600亿，而国产影片占到了10%是60%。同时呢，微博电影高达2.75亿用户规模，让口碑传播推动了电影事业的全速发展。正如各位所了解的一样，现在口碑已经成为拉动影片排片的非常重要的因素。2018年，以上这组数据是值得所有电影骄傲的。一共有1176个电影的相关热词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电影话题的讨论量达到了38.9亿，而电影视频播放量的累计超过了800亿。事实上，微博助力电影出现跨界，带动了全民热议。所以说，微博电影很好的为集聚全力的电影
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也就是说，也为我们整个电影市场进行了非常好的良性发展。那么，有哪些电影业的新势力量得到了微博的影迷和网友的关注呢？他们能否成为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当中最有力的新兴势力，造就新一轮的热搜或者是霸屏呢？没错，接下来今晚将颁发的第一个荣誉就是2019微博最受期待电影新力量，他们会是谁呢？请看大屏幕。微博最受期待电影新力量，他们是崭露头角的新面孔，或是金字智男，是对最刚好的年华，以一个赤诚之心充满表演，以无上热情敬畏荧幕。他们把微博上万千粉丝的注目化成前行的动力。微博最受期待电影新力量，张雪迎、李易峰、张哲瀚、陈飞宇。让我们恭喜张雪迎、李易峰、张哲瀚、陈飞宇，有请四位上台接受荣誉，请。同时，让我们有请亿富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斌先生为四位颁发荣誉，有请。再次恭喜我们的四位荣誉获得者，祝贺你们，也祝福你们的事业继续的让大家期待当中的蓬勃生长。让我们有请各位兄弟。好，每个方向都照明到。谢谢荣誉获得者。再次恭喜四位，谢谢颁发奖。下路做休息，入座。再次恭贺各位，请。游戏 IP 和电影的合作呢，现在也成为行业内关注的焦点。许多根据游戏 IP 改编的电影也备受玩家和影迷的喜爱。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影游联动效应实时显现。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荣誉就是2019微博最受期待游戏改编电影，各位请看。微博最受期待游戏改编电影，承载一代本土网游文化的青春记忆，影游联动的探索先锋，荣获2019最受关注时尚情怀 IP 奖，电影相关话题阅读量超两亿，微博最受期待游戏改编电影《征途》。恭喜《征途》，让我们有请电影的主创导演陈德森、监制郑宝瑞上台接受荣誉。同时，让我们有请新浪影业总经理陈哲先生为《征途》颁发荣誉。祝贺各位，请。同时呢，新浪直播以及荔直播也同步在直播我们的盛典，敬请关注。恭喜《征途》，也谢谢我们的荣誉颁发嘉宾，请三位在台上合影留念。好的，谢谢。再次恭喜《征途》的各位主创。刚刚我们已经连续跟各位分享了两个荣誉了啊！谢谢蒋公公留言。平时爱看爱情电影吗？我觉得爱情电影在增添一些喜剧元素，是我个人来说更喜欢的。啊，在过程当中的有趣一些啊，好嘞啊！接下来看颁发这个荣誉，您要好好的关注，这可写的太棒了。那会是2019中国最受期待的喜剧 CP， 各位不会让你失望的。微博最受期待喜剧 CP， 他是剑门笑将，他是真人真事，将在电影《蛇胆英雄》里成为史上最爆笑的反差萌情侣。我也想把我弄死。先跟话题同样让人怀玩笑，三大元素。微博最受期待喜剧 CP 岳云鹏、佟丽娅，恭喜岳云鹏、佟丽娅，恭喜二位上台接受荣誉。同时，让我们有请阿里大媒体总裁、优酷总裁、阿里影业董事长樊路野先生为二位颁发荣誉，请。
在您看到的是微博最受期待的喜剧 CP 的荣誉颁发现场，谢谢我们的颁发者樊文先生，请三位一起合影留念。樊总在中间，樊总，樊总，樊总，神后变成中间了。对的，对，他在中间就拆散了 CP。谢谢，好，谢谢，谢谢樊总，请樊总先入座，两位请留步。对，二位请留步。哎，别客气，大家可以互相让话。来，华少，我特别想跟你站一块儿，为什么呢？比到底现在谁胖？你走。哎呦，这是你成功瘦身了。不要逼华少，他已经上热搜了。刚才子怡姐一直在说，好胖，好胖。行，那你跟华少站一块。听得我好开心。你现在多少斤？你是 CP 知道吗？没关系，你现在多少斤？你们热吻上头条了。好，我现在多少斤？我怎么会知道？我怎么会越狱看这样的？来，我站着，站这儿，站这儿。回到这个特别好的电影当中啊，嗯，叫这电影叫什么来着？《鼠胆英雄》，太棒了！不过你怎么能说呢啊？真棒！哎，你不是自己也演了吗？我演了。怎么不想承认吗？不是我演了，啊，就是因为没上映，所以还没有结片酬，所以才这么说嘛。好，还没给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微博的网友给予一个特别好的封号，叫“神收割机”。我听说过，据说和你合作过的女演员都是女生，但是我们俩是第一次和岳云合作，对吧？请问一下，这个您跟这样的一个瘦身成功又有表情包又非常可爱的男生搭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长褶子，对，特别容易笑，因为他的包袱特别多。但是我觉得这是岳云导演最好的。哦，哎，昨天丫丫也去亮相了岳云鹏的专场，有上台互动，白起超超美的。你自己有没有觉得电影演员岳云鹏和相声演员岳云鹏有什么区别？反差大吗？他说相声的时候真的是很有魅力，因为我昨天就在那个台下看他，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自如流畅。但是我们在拍电影时，他非常非常的紧张，时时刻刻都是在默戏，然后在准备，就状态是不一样的。其实这几个我可以替大家作证啊，这个戏开始的时候我有去小小参与了一下，其实在过程当中无论从演的岳云鹏其实是非常的敬业和专注，每一个空闲时间他们都在极大可能的关注自己的表演，所以这是非常值得让大家期待的电影，不仅是荧幕的经历，更是一部好质量的电影。啊，当然了，今天我们也有一个电影小组，对吧？是女神收割机嘛，所以在现场我们要测试一下你们能力是不是那么的胆大心细或者是行啊，我们今天有一个题目啊，女神同意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场景，女神同意啊，终于答应了岳云鹏约会。岳云为了制造一个浪漫的约会，将时间选在骄阳似火的六月正午，大中午啊，地点选在上海著名的景点外滩，并且精心准备了两份礼物要送给丫丫。她的约会会成功吗？丫丫会接受她的礼物吗？我们来看看现场会发生什么。我们先请我们的李怡为我们的月月拿上准备好的礼物发来。反正你要送出去哈，看女神接不接受。谢谢你，用的给我。那肯定给。好，这是我的道具是吗？准备了。哥，我想问一下，是骄阳似火的六月是吗？骄阳似火的六月。这是你们是故意的吗？现在已经开始演绎了，因为对话环节了。靠你的。暖水袋。暖水袋还打广告，微博直接。就这么演，好尴尬。来吧。哎。热不热？给你个这个特色好吗？你说我有病，真的？你有药吗？我还真有。我对你的爱已经无药可救。可以带走。通过视频，好了。啊，可以，我们给点热情的掌声，就在这段过去了，好吧？对。
还在成长。对对对，成长，就知道知道他在我是吧？真的不错，特别谢谢二位的表演。不过我们在这儿呢，特别非常郑重的再次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这是一部非常用心而且诚意的电影，就马上就跟大家见面。7月19号，7月19号，请大家关注《斗胆英雄》，这是我真的演的挺好的一个电影，真的。特别的真诚，大家热情的掌声，真的祝愿他们。谢谢二位。谢谢二位，非常感谢你们两位主持人和技术管理。谢谢。就是带你要拿走吗？不，这给我。好，奖杯你拿着。好，来，给我奖杯，奖杯啊。好，免费啊。谢谢二位。2019年呢，我们刚刚了解到了会有啊，像《斗胆英雄》这样非常出色的喜剧爱情电影上映。当然了，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的科幻元年。也在2019年正式开始了，一部《流浪地球》打开了观众对国产科幻电影期待。今年暑假，中国科幻电影的又一力作就要正式上线了。是的，2019年度最受微博网友关注的科幻电影又会是哪部呢？请看大屏幕。微博最受期待科幻电影，根据作品也是我拍给父亲看的。包括金哥在里边演的刘非常烈的角色，非常亮的，这就是我父亲的名字。啊，刚才岳云鹏的那首歌，我其实听到的时候就泪都快下来了。我觉得我也特别期待有一个可以直通天堂的电梯，看一看离开我十九年的父亲他好不好。我也希望他能够看到这个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您的帮助，也谢谢您的坚持工作。谢谢所有导演们在今天与我们分享对父亲之爱，我们也祝福所有的父爱。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您的父亲就在您身边，而您因为忙碌长久没联系的话，邀他一起看个电影，两个人回到小时候，这是多好的事情！希望今晚您跟您的父亲之间会有更多的沟通，不要只等到父亲节，每一天都在珍惜把父亲的日子，在微博上更多的了解，祝福你们。然后我们继续今晚。那从2017年起呢，微博推出了专注于电影评分的大 V 推荐度评分体系，也就是将相当多具有微博影响力的专业的影评人、财经名人、旅游达人，在微博里面活跃的100多位大 V， 由他们实名打分对电影进行综合评鉴，并通过自己的微博账号的影响力，把对电影的评价进行传播和互动。大 V 的推荐度呢，就好比是十字路口的路标，它也是很多影迷的欢迎指南，是影片的重要的口碑的风向标志。那么2019年受到微博大 V 们一致期待的电影会是哪一部呢？请看大屏幕。微博大 V 推荐度最受期待电影，微博电影大 V 推荐度超过150个评委参与投票，此游戏综合体现了微博平台各领域大 V 对著名主创阵容、艺术水平、题材内涵、票房成绩等等期待，使未来半年品质电影的观影方向标。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微博大 V 推荐度最受期待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恭喜《南方车站的聚会》，然后有请导演姚一楠、演员胡歌、魏文伟、齐道共同上台接受荣誉。同时，让我们也有请新浪娱乐事业部的总经理陈杰女士上台为《南方车站的聚会》颁发荣誉，请。祝贺，我们也请各位一起合影留念。谢谢，谢谢我们的荣誉颁发嘉宾，请陈总先入座，继续观礼。好，我们请台下各位去上上楼布一下，谢谢。啊，请各位先拿下话，然后，对，我们请
包括各位剧创，我可以往你们的左手部稍稍移步一下，在台中这样，我们在观看直播的所有网友朋友会更好的看到大家的现场，谢谢。再次祝贺各位，谢谢，恭喜你们的精致的工作得到大家一致的认可和期待。是的，这部电影也是今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唯一一部华语电影，也是备受大 V 们的关注。特别是我们几位主演啊，在戛纳电影节有很多非常轻松的氛围和互动，网友也是特别的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有一个小小的互动哈，各位主演在剧中都是用湖北方言来进行演绎的，但是三位今天的现场主演呢都不是湖北的，老家也不是。现在湖北话说的溜吗？完全还记得吗？记得。先用湖北话打个招呼吧，好不好？测试一下。好，你身先吧，可能没见到。大家好，我叫刘爱爱，我叫刘爱爱，是你的主演。好，不错。我是周冬冬。我是周冬冬。好，你很期待。我是花花。哎，看来都没忘，因为有时候我们拍方言的时候拍完都忘了，所以今天有个小小的挑战，你们要给一段耳熟能详的电影片段配音，不会太难为你们，台词也非常简单。我们请林小姐把那个台词卡片给你们，好不好？哦，不是，看着说就行了啊。嗯。哦，但是他们就要用这个湖北方言来说这一段，对吗？对的。好，明白了。这个在上来就挑战。一次本上都有各位的名字。可以先默一下词儿哈，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看大家刚才应该把这个方言的腔调、基本的用词、发音的技巧牢牢掌握住了。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要在线播放经典影片。咱们三位，咱们看这个前方侧面的这个大屏幕，这样我们的正在看直播的网友可以更好的看到大家啊。嗯，来，准备，三位啊，咱们一块儿，请播放。你好，师傅，我们想买两张电影票。我是电影。哎，这个售票员长得有点像红哥哎。这个电影毛。毛的漂亮。毛的大。我受不了了。听说。听说我是，听说我是。怎么光？电影，我电影忘了。要在。不晓得是今年。八月。今年8月上映。我忘了大哥。非常棒，他们非常敬业，非常优秀。其实我们全组的演员到达武汉以后，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体验生活、学习当地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们刚才讲武汉话，也让我很吃惊，还没有忘记，让我想起了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现场拍摄的情景。虽然听不懂武汉话，也许。但是你们也被感染了，不是吗？所以电影语言永远是相通的。我相信你们会喜欢这部电影的。谢谢导演，谢谢我们的主演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我相信这样的一种专注，会让我对他更期待。然后再次恭祝电影获得了最受期待的荣誉。谢谢你们，谢谢各位，请入座，继续观影。接下来呢，我们下一个荣誉的揭晓。
可能跟你有关。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回眸最受瞩目一部人物，他在方寸之间扎实用力，有舞台六年淬炼，蜕变迎来演员的黄金时代。主演南方成人的聚会入围戛纳电影节中金赛单元，加盟电影《攀登者》挑战生命极限，出演电影《李娜男主》登顶热搜，超6600万微博粉丝关注背后，是他谦虚践行的演员初心。微博最受瞩目一部人物，胡歌。微博 CEO 王涛先生为胡歌颁发荣誉，有请。在此有请胡歌先生来到舞台中央接受荣誉。好，我们可以往前一步，一起飞影留念。稍等，王导也会为胡歌送上鲜花。好，三位请飞影留念。谢谢我们的两位荣誉颁发人，谢谢。我们请李哲姐帮忙，胡歌先生可以拿一下我们刚刚得到的鲜花，请胡歌先生与我们分享此刻的感受。首先非常感谢微博，我觉得微博非常的贴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说我是一个新人，一个电影界的新人，但是我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快40岁了。好多跟我关系比较近的朋友都说你也好意思说自己是新人，所以今天微博之夜给了我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叫做最受瞩目的荧幕演员，是吧？对，荧幕人物。啊，荧幕人物，感谢微博，你们给了我一个合适的称谓，谢谢。然后，今天其实特别巧，我真正踏进这个电影之门的，引路人都在现场。刚才在台上的刁亦男导演，在座的李仁港导演，还有陈佩斯导演的监制啾啾都在场。我从去年到今年拍了3部电影，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然后，我还想说，每一个伟大的结果都有一个勇敢的开始，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做一下挑战。最后祝全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今年我觉得我对亲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昨天我走完红毯，我收到了我父亲的微信，他说我又在红毯上看到了我儿的样子。然后我给他回了一个，我说有你的身影。我本来以为我回了一条这么严肃这么充满情感的微信他会很感动，结果他回了我一条说女演员不错。这就是我跟我父亲之间的情感的交流的方式。谢谢我的父亲，谢谢。所以老父亲特别喜欢贵人的意思吗？啊，女演员不错嘛。对，他也很期待这部电影，但我其实我不知道他昨天说的是哪部电影，因为我昨天走了2次红毯，所以我想说他今晚回去确认一下，他应该说的是他把所有的演员都说了吧，所以也看得出老父亲的这个心愿哈。但是你刚才一伸手起来讲话的时候，我都几乎有点忘记了你微博上的画风不是这样子的。我微博上的画风是怎么样子的？听说你最近太记得了，摄影技术不错，尤其是在自拍方面。现在就是见
证这个事实的时刻，请看大屏幕。好，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发张自拍。这个巧克力唇线不错。我觉得微博是一个特别自由的平台，特别放松的平台，所以我可以肆无忌惮的把我自认为最帅的照片发在微博上。太棒了。你这张还拍了几十张，选了一张是不是？其实这个不是我刻意为之啊，就真的是买了一个超大的巧克力，吃完以后就自然呈现出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唇线。不错，但是其实这个微博电影可以啊，你也可以继续的肆无忌惮啊。我们也给你准备了几道题，让你继续表达一下你最帅的样子。我相信今天现场，请大家把你们的手机都举起来，好吗？哎，记录一下这些时刻。反正他今天可以开大屏幕，我会给大特写。我们会有一个考验，就是你发不发微博呢？就看你自己了。我们会有三张自拍，镜头在那里是给你大特写的。然后东西我可以帮奖杯我可以帮拿着。行，我帮忙。好，谢谢。好，话筒那你拿着也可以。好了，我们这个。就是话题叫做胡歌画风跑偏三连，情景一，拍戏三个月没回家之后，胡歌家的猫的画风是怎样的？也就是你是拍的猫的个性。我现在是猫。你先酝酿一下啊，三二一就要自拍了，那个机器哈。我是三个月没回家吗？对，三个月没回家，肯定想你家猫，猫也想你。然后你看左边有你的那个大屏幕特写，所以。完全装好了，对，好，三二一，好傲娇的猫哦，同样是猫是这样的，对不对？同样是山主播的舒淇小姐频频点头啊，我家猫会有情绪的，我经常不在的猫，而且你收拾行李，它会钻进行李箱，对。然后我如果长时间不回家，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地上，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愿意来靠近我啊，这是你们之间的一个仪式。嗯，对，嗯，这得抓动态，然后好了，接下来情景二。当老胡真人出现在胡椒面前的时候，广大胡椒的画风是什么？你有没有细心观察你的粉丝？嗯，看到你，而且是第一次看到你本人的时候。在活动现场等了两个小时，终于要看到你了。三、二、一。哎呀，你是不是有心情？有。是这样吗，大家？是。就是这样。对。就胡椒粉都比较有礼貌，然后看到我。要不就是这样。这不错，直接公开的。好，第三个场景。这个很难，因为我本人也非常想看到。就是你说《仙剑》的小伙伴们结婚生娃，爱你就算了。前段时间郑怡姐姐结婚也疯狂的爱你，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每当好友结婚时，在微博上被网友疯狂爱的时候，胡歌那一刻的画风是怎样的？准备好。哎，我觉得你好像已经在情绪里了。没事，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慢慢来。好，来，准备。三、二、一。这个动作是？这是什么意思？努力中。哎，对了。真的假的？当然。哦。盖到了。盖到，所以今年目标是要计划完成哈。啊，婚姻从来不能够当做一个计划。还是要靠缘分吧。嗯、掌声鼓励一下老胡，不容易。下次还艾特他吗？有好事的话，艾特吗？不是，你别把这个微博电影之夜搞得跟相亲大会似的。不是，你的故事也可以写成一个电影。主要是你自己开的头，你说老胡是关注女演员，我就顺茬了，大家都爱你。他其实更关注的是我们的电影，我们的作品。恭喜你圆回来了啊，真棒！也许大家到时候支持，多多支持，多多谢谢。然后再次谢谢胡歌，谢谢大家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也期待他的作品会更多的得到大家的支持，取得好的成绩。谢谢你，谢谢胡歌，谢谢，请入座，继续观礼。
希望刚刚红火的这三连败的大家微博上进行新一轮的打开热议的热搜，以及如此真诚面对大家，在微博上是最好的选择。优秀的音乐当然都会有自己优秀的传达方式，当一段经典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回忆也就会随之走出来。毫不夸张的说，一首好的电影的主题曲，其实也可以称作一部电影当中的灵魂之一，和它流动的血脉所在。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荣誉是2019微博华语电影杰出贡献音乐人，请看大屏幕。微博华语电影杰出贡献音乐人。无论是电影《无间道》主题歌《北遗忘的时光》引发的轰动效应，还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片尾曲带来的余音绕梁，又或者中国电影百年的献礼之作，给电影人的情书响起时让人泪目的瞬间，当光影交织，旋律响起，恨低沉温柔的声音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精彩的时代。他是业界公认主题曲女王，微博华语电影杰出贡献音乐人蔡琴。恭喜蔡琴，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蔡琴上台接受荣誉，请。同时有请微博高级副总裁王雅娟女士为蔡琴颁发荣誉。有请蔡琴姐，听到我们的怎么样？祝贺两位走的蔡琴姐一起合影的电影。